OK，Google，明天出门要带伞吗？明天港前里有阵雨，气温约19度。OK，Google，敦化南路的 IKEA 开到几点？IKEA 宜家家居敦北店现在营业中，会在晚上9:30打烊。OK，Google，金州勇士队对亚特兰大老鹰队的比赛成绩？勇士以104-79输给老鹰。OK，Google，明年除夕是哪一天？除夕，台湾将于2020年1月24日星期五开始。OK，Google，Mobile 01是什么？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：Mobile 101简称01，俗称摩拜01、摩比01、小恶魔等，是专门讨论各种行动电话、行动装置、3C 等产品与介绍台湾各景点的网络论坛，由永盛科技有限公司维护。在 Alexa 的统计中，Mobile 101是台湾关于 3C 产品资讯讨论的高浏览率网站之一。OK，Google，林子伟现在在哪一队？波士顿红袜和波塔基特红袜。OK，Google，恒春的邮递区号。946。OK，Google，明年的台湾灯会在哪里？台中市和葫芦墩公园。OK，Google，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新闻？马上为你播放即时新闻。现在播放来自 TVBS 新闻今天傍晚5:00的消息。欢迎收听这节新闻，我是 TVBS 主播吴彩健。OK，Google，我行事历上明天有什么事？明天有2个活动，中午12:00你有一个叫交管理费的活动，接下来晚上7:00你有一个叫和小三约会的活动。OK，Google，帮我新增购物清单。你想要新增什么物品？红萝卜、洋葱、马铃薯、鸡腿肉、咖喱块、大蒜。好的，我已经新增红萝卜、洋葱、马铃薯、鸡腿肉、咖喱块、大蒜到你的购物清单了。OK，Google，把交管理费加到明天中午12:00的行事历。没问题，交管理费，时间是明天中午12:00。你要储存这项活动吗？是的。没问题，已经加到你的日历了。OK，Google，6800日元等于多少台币？6800日元约为1906.449台币。OK，Google，我可以先寄放行李吗？日文怎么说？荷物を預けられますか？OK，Google，推荐好喝的鸡汤。我在你位置附近找到一些有关推荐好喝的鸡汤的地方。第一家是松山区光复北路60巷17号的御膳包养生鸡汤馆。第二家是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324号。虎航厦都飞往关西机场的机票大概是多少钱？从台北飞往大阪市的台湾虎航航班，12月9日启程，12月15日返航，票价从新台币6535元起。OK，Google。最短飞。联发科今天的收盘价。截至台湾标准时间今天下午1:30，联发科在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每股交易价格为新台币418元，与今天相比上涨了0.4%。OK，Google，打电话给部长。我发现不止一个号码，你想跟哪一个进行语音通话？例如，你可以说第一个。正在透过 Duo 向部长拨打语音通话。